嘉明，我可唔可以玩你个红色车啊？好似行得快啲喎。唔得，依一架我最中意噶。邀请人哋嚟屋企玩，我哋可以同朋友分享玩具。如果我哋唔分享，人哋就会觉得我哋唔欢迎佢嚟玩，唔想再一齐玩噶啦。嘉明，我可唔可以玩你个红色车啊？好似快啲喎。当然可以啦。多谢。朗希想玩嘉明的玩具，嘉明将自己的玩具借给朗希玩，那就是分享了。嘉明做得好好啊。哇，你赢了，你的蓝色糖果很劲啊，你可不可以借给我玩啊？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玩具，借给你吧。朗希将自己最喜欢的陀螺让给嘉明玩，咁就系分享啦！预备，开始。同人分享系友善嘅行为，我哋仲可以透过分享呢个行为结交好多嘅朋友噶。朋友或者会想玩我哋嘅玩具，或者用我哋嘅物品，我哋可以将自己嘅物品借俾佢哋用或者玩，咁就系分享。到我哋想用或者玩人哋嘅嘢时候，佢哋就会同翻我哋分享。分享是友善的行为，愿意和朋友分享自己的物品，大家都会很开心的。